醋丸子、旱萝卜还有胡萝卜双拼的，这是我点的板面，大碗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今儿个我来到了靖江路附近，猜猜我今儿个中午吃点嘛？古香斋汤圆、粽子、栗子、刨冰。姐姐，酸梅汤多少钱？我来一杯酸梅汤，3元。谢谢。杨记专业素丸子，师傅现在有素丸子吗？有。您家素丸子就有几种口味？两种，这个是旱萝卜的，旱萝卜的，然后里面呢？这两个是一样的，那胡萝卜的还在锅里。哦，就是多钱一斤？12。哦，那给我来4块钱的，就是能拼一下吗？现在还没有胡萝卜的在锅里。哦，能等一会儿吗？啊，这是炸的塔木鱼，哦，炸串什么的，炒嘎啦牛。付好了，师傅，这是胡萝卜的是吧？嗯，好嘞，谢谢。顶记板面，看一下价目表。姐姐来一碗大碗的板面，加鸡蛋，加豆皮儿，加豆泡。行，14.5。14.5，好嘞。收款14.5元。付好了，姐姐。这是牛杂面是吧？牛杂。您这是机器压的是吧？这是我的是吧？对。也是辣吗？来点辣，是来一点辣椒。来一点。啊，稍微来一点。哎，好。可以吗？好嘞，谢谢。这是买的酸梅汤、素丸子、旱萝卜还有胡萝卜双拼的，能喝出来是这种熬的酸梅汤，而且味道挺浓郁的。味道还不错，挺辣的。它这板面还是机器压的，口感呢是挺顺滑的，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手擀的那么筋道。吃吧。豆泡，这豆泡的口感还挺不错，外皮挺酥的，然后里面挺嫩的，吸饱了糠汁儿。看豆皮儿，这豆皮儿啊，中规中矩，有点咸了。配菜是生菜。看这牛肉粒儿。牛肉粒可以，稍微有一点点老，有点像牛肉干的感觉。尝尝素丸子，看一下。我吃的这是旱萝卜的，还挺脆，关键吃起来不腻。胡萝卜的甜度更高，酥酥脆脆的，挺好。这酸梅汤啊解辣，它这板面啊味道还不错，唯一不足呢就是它机器压的。看着这鸡蛋，尝尝啊，这鸡蛋啊有点入味过则了，有点咸。这辣椒里面汁水满满，它这素丸子咬的就粘一块儿了。泡板面这个汤尝尝，嗯，素丸子泡板面这个汤的味道啊也不错。板面吃完了，咱把素丸子吃了。这素丸子啊跟板面倍儿搭，用给嘛呢？因为它这个清甜口呢，哎，特别好解辣，尤其是胡萝卜的这个清甜口更高。就是个别有几个炸的这个稍微有点过火了，外皮就是更硬一点，就影响口感。嗯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留言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爱你哟，棒棒哒！